Hello， 嘉一，我们现场准备了这么多水果，你知道通常什么时候会准备这么多水果？拜拜。那我问你，甘蔗要拜什么？那我们就拜甘蔗。是拜杠铃之神。你说弄一堆杠片，然后插三支杠这样子？我不要这样。真的、啊？没有啊。今天呢，准备那么多水果，其实是要来榨汁。榨汁的。对，我们今天要来挑战最强榨汁技，谁能徒手榨出最多汁？第一关是杨桃，第二关是香芹士，第三关是柠檬，第四关是孔个、喜龟、干姜。六关榨出最多汁的那个人，他就得三分，第二名两分，第三名一分，看谁能总分最高。最输的把它全部喝光。哦，你说每关最输的要把另外一个。你有洗手吗？我看你的指甲，它是黑黑的。没有，这个是那个坏掉。我坏掉，坏掉，那我不要。水果榨汁比赛开始，开始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第一关，杨桃汁。OK， 那我们谁先开始？我们俩都可以。猜拳，猜拳是有技术的东西。好，那你先。好，那我们说，我没有技术。猜拳有技术的东西，你要出石头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他这里。好，来啊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呦，你要先来哦。第二轮，好，哪里有一轮？我先玩，先后到什么差？我觉得没什么差。先的有优势是你可以挑比较大颗，感觉保水量比较多。但都刚拿起来差不多。哦，好、啊，刚来的。来哦，来哦，水果榨汁开始。哦，会喷，会喷，会喷内，会喷内，会喷。五。这要把它扔掉，看起来压力很大。二一，好，时间到，时间到，时间到，结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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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杯是药师的，我刚刚看药师那个汁喷成那样，应该是要穿这个。好，我准备好了，来，三，开始。哦，这太喷了。哦，他喷的不好，他不太会喷。这里不能往下挤吗？哇哦！哎呦，到了！哎、欸、呀、啊！好了，赶快拿起来，赶快拿起来！哎，这不算，那你有没有时间？好像差不多了。哎，好像差不多呢。差不多。来，最强榨汁机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表示这边被波及到哦。欸、我很喜欢喝那种杨桃汁、啊、我也很喜欢喝杨桃酿过，就像凤梨冰茶那种，然后杨桃冰茶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有点强，有点强。到，时间到。三杯其实是差不多的，但是看得出来这个阿北的泡是比较多。没有，就是个新鲜的。五六五点一，拜托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多少三克？五六二点一，你五六五哦？等一下怎么可能？哦耶，五六八，差三克吧？干杯干杯干杯！哇，很好喝。你是一分，我三分，三分，我好像是两分，两分。我赢在没有喷出吧？对，他没喷，我就没动。好吧，下一关。好，我们现在最强榨汁机来到了第二关香芹士。哎，要重新猜拳，一样重新猜拳。猜拳是有技术的东西。来来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你怎么敢出石头啊？我的妈！剪刀石头布，摇手布，摇手布。看，有没为什么要那个？什么意思？我在选一样吗？好，你自己选，自己选。三个人都出来过去啊！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来剥皮。果然是剥皮店的老手。直接，哎呦，很强哎！哇！你在饮料店，然后点果汁喝，然后看到老板是这样，哎，老板，你看到老板是这样哎，感觉你已经挤到极限了，对啊。精髓就是你连皮的皮都要挤出来，这样就不行。你想就站着站着没？他继续长，继续挤。时间到了，还在滴，还在滴，还在滴，两滴了，两红灰，另外这样均匀的。第二棒，蔡药师准备好了吗？那你要先说药师爱喝水果榨汁，你说一下，好，你说一下，我们开始。药师爱喝水果榨汁。
不过如果你在饮料店，然后看到老板是这样子帮你做饮料，我转过去臭他，老板，老板太有趣了，老板。哇，他直接连皮都拧了。对啊，这是一个狠。他赢我嘞，他把皮都用下去了，这绝对是一个狠人。2、1，好，时间到了。他赢你，他赢你，他赢你。好，时间已经够了，我准备好了，时间超够。对，开始。摇肉，摇肉，摇肉会赢。哦，这个直接用棒。他真的把皮给挤了，皮也是有点值的。是没错，可是我不想喝到皮啊。可是刚挤那一半让我领悟到一些东西。又喷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。我好像有料哦，更多哎、18里，其实杯子重量占最多、杯子大概465克，大概15克，488，500的来了，500的来了，不可能，你最多490吧，496.1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 ，Yes Cheers， 哦，葡萄甜哦，那好苦，我不苦啊，我们的皮外。最强榨汁机第二 round 香吉士由我拿下，那我们接着进入第三关。好，我们最强榨汁机来到了第三关，柠檬还没开始，是不是就开始酸了？少酸什么？开始累了。我现在听你讲，我就开始有点又来了，莫名的酸起来。我听你这样讲，我现在就好酸哦、喔。你又来了，现在好累哦、喔。好，你还没到，没有开始。那么，一人想一个。那么，不要，那么不要太酸。你们那么耐米，好吧，开始要先嘛，无所谓。好了好了，我先。我要这个，对，不要操作，不一定哦。好，我准备好。最强榨汁机，预备开始。好，不要，不要。这个太奇怪，有这个炸不掉。应该要简单，你已经借助外力了哦。哈哈，吃掉，吃掉。太硬了啦！不要故意不想喝，就这样。欸、没有，他真的很难。没有一滴出来吗？一滴都没有。没有，放心。有啊，我真的觉得好。你指甲只要蹲进去就赢的。对，你指甲进得去。对，开始。有指甲我就觉得会赢。他有指甲，他弹吉他的。你看他这样子割完的。这么难哦、喔。这个硬啊。他拨不开啊。噔噔噔哦，噔哦。原来是要这样子才会破啊！老我知道了。太神啦、啊！哦，哇塞！时间到，是直接把它暴力挤烂，对吧？真的很难，开玩笑。我准备好了，好，开始。应该戳我进去啊！你有指甲的，对啊。我靠，难对。真的不行，你也只能用捏着把捏爆。没有，你要先把它里面挤住。我靠！因为它是下面它全部变成一个像。好东西，它里面是硬的，挤不开。没有，你把你这个软在再按它，几只？有，恰恰，这几只啊？几只再按就会爆。有纸掉下去了。你转关键，那个纸要怎么样？纸要拿出来吧。不用纸也赢你们啦。他真的有机会。不用吃也赢啊！啊！哇！什么东西？掉过去啊！因为它的纸啊，纸不行啊，不行啊！那个要把它拿出来啊！那我这样倒完，这里会有一些有一克的那个残汁哎。不会。不会。哦，你有损耗，烦哎。不会的。感觉应该是赢的。看起来接近哎。等一下，说实话，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偷懒？你真的没有偷懒？以我的方式，真的没有偷懒。真的掰不开，掰不开啊！这是药师的，这就有点硬，不喝。哇，硬哎！不是啊，这个纸卡了一堆水，好不好？毛细现象。哦，你这样子倒过来，哇，对，是又是已经一样了，不一样。好了，我两分嘛，给你了三分。我说真的，你看你这一颗，我已经把它捏烂，你只要再用力。还是你加赛，给你一分钟，你捏看。我不要。你在那叫什么？反正我都输了。好，那我们下一关，进入下一关。
好，我们来到了我们的中场休息时间，准备了饮料，他们是喝三杯。这个是买 P 最近新推出的超爆酸柠檬口味的耶，好一个超爆酸，真的是，它的名字就叫超爆酸柠檬。那请两位喝看看，喜欢柠檬口味的健友有福了，明天开始 My Protein 黄金周活动有各式各样的柠檬口味补充品贩售，柠檬乳酸口味乳清蛋白，蜂蜜柠檬透明乳清，超爆酸柠檬 EA， 各种柠檬让你训练清爽有神。其中4月22日晚上6点到4月24日两天折扣最强，输入该有的折扣码 MYPGUY 还可以打到43折，是 My Protein 上半年最好的折扣，大家要好好把握哦。这次的超爆酸系列，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试看看。送一次用两相宜，不会不舒服，就是算是很顺口，所以那种酸，不会那种这样，我觉得没有到那种程度，没有到那样。因为你刚已经讲说它超爆酸，所以我会觉得好像没有到超爆酸。1到10分酸，你给几分？不能用讲的，你要用表情。这个差不多5分，这个的酸度大概就是我们刚的那个柠檬汁水加一半。这个是建议还是随便调？今天这个是我建议的，原厂设定可能会再酸一点。那我觉得，那你觉得这个差不多了？我觉得是差不多了。哦，那大家就是用盖伊设定。盖伊推荐一汤匙配400cc。My Protein 建议喝法是300毫升的水配3汤匙的 EA， 获得的超爆酸体验。那喜欢喝酸的，我觉得这个就差不多，喝起来很像柠檬汁。总结来讲，好喝嘛？我觉得是好喝，就真的是榨出来的感觉。那就欢迎观众朋友们挑战看看超爆酸柠檬口味的 EA。好啊，来到 Round 4， 这关有点硬。放这样，你讲一个苹果的台语。广告啊，令狗混。先。我们等一下就是总分最赢的要先，因为刚刚我们要有追的感觉嘛。哦，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开始讲一个歪头。好，来一杯。开始。不行！你要一边捏一边水果榨汁啊！这太硬了，就只能拼时间了。哎呦哎！可是我这样榨不出什么东西。我觉得你可以用一点研磨的技巧，这样吃一整坨，然后拿来搓，是不是？三哦，这个很多哎。一，好，先到。大波什么鬼啊？不错，真的不错，大波觉得不错。好，准备好了。手痛，手真的开始痛。哇，哇塞，好硬！哇，好硬哦！哇，我觉得用挤的没有。而且挤，我刚刚这样挤到它裂开之后，我觉得很棒。哇塞！我想要用上下扎扎住。对啊，我想要用扎来炸。到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很强呢、欸。他感觉好像比我多哎。我认输，我认输。哎、欸。多一点，就是有多一点。我过一杯哦、喔。你也很冰嘞、欸。最好是喷一点过了。不是，那你这样子不行啊！你怎么接得到啊？可以，还有，而且时间还有很多。还有啥？还有5秒，我赢了没？赢了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赢定了，赢定了，赢了。好，先到，赢了，赢了，你真的赢了。你一个超多的，都不要看。你竟然可以在苹果这一关，是不是用研磨的技法？对，要一直磨。没有，而且你要让它爆，你不可以想着要把它捏爆。意思是？我觉得捏爆是不切实际的。47.6，47.6，47.5，再多一点。哇，好强哦！真的好强。我要变平手，我终于，是吗？要平手，要变平手，真的，对。哦，好好喝哦，好好喝，超好喝的，这是脆苹果，对，这是富士苹果，啊，太凶棍了吧？财富自由，最强榨汁机来到了 Round 5，西瓜，西瓜到底要怎么榨？我真的不懂，你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请药师先吃吧。那你吃吧，你先。计时开始。哦，没压低啊。哎，这个汁放很多，对，这汁很多哎。目前最难来讲应该是柠檬，柠檬真的对啊。还有30秒。哎，不是说不能用这一招吗？对吗？
没有，我没有挤它。你那边很多次把它倒进去就好了。你用倒的把它倒进去吧。你要这个倒掉才会比较好用。这一招不错，这一招不错，这一招把它举起来。嗯，好，时间到了。完了，对吗？哎，我觉得你很强哎，好大一杯哦，大杯哦，大杯。你怎么敲一下？看你有暴力耶！我是用拳头正中间敲下去啊，你要用全力。人体最硬的地方，专业状态。我也不是前额哦。我刚刚就指出来，不然就被盲雕了。没错，展现功夫的招来了。好，三二一。他没有肉汁哎，真的肿起来了吗？你上次已经可以举了，没错，但是看你时间不够。多久？在22秒。啊，那他输了。我一拿抓一抓。我感觉你在抓另外一颗呢。另外一颗那么 juicy， 你抓。你抓三十几秒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。越战越紧张，越慌分哎。2、1，到。哎，直接掉了！好，那就伸手，谁叫你拉那么快？哎，你不要弄了，不要伸手进去哦！干嘛啦？他一直想赢的，不是他让我自己装错药，你还这样子。Brother， 那后来太紧张，紧漏。我没有紧张啊。你最紧张的时候是被婆婆玻璃刀手伸进去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弄了，我好紧张哦。其实蛮接近的，蛮接近的，也差不多，都在那一条线。对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知道，那你手不要这样子吗？今天吐一口口水开始。你们两个人什么心态怎么那么糟糕？开始。来。直男。为什么开始往外喷呢？哎，他到底想射？就那个接。哦。就那个网弹网。对。哎、欸，对，就是这一招，就是这一招，好，然后再倒进去，4、3、2、1，好，先到，好，我让你留一下，哎，他那个硬，他那个不是喷太多出来，70.9，69.6，662，我明明就破千，你要不要干脆站上去好了？拿着这杯，然后站上去。可以。对，这一局一定是你，因为他的料。那谁叫你塞子拿那么快？而且你还给我弄。啊，我们第五关由药师拿下。那所以现在目前分数是11分。嗯，那我是10分，我9分，你是9分。对，所以我下个一定要赢。对，下一个一定要赢。好，下一关。最强榨汁机来到了最后一关，魔王关卡甘蔗，我一定要赢，这样全力捏都捏不出什么东西来。对啊，要不就自己捏哦。对啊，来，我们开始，要直接开始哦。我帮药师聚焦。好，这样。先想好你的策略哦，没人给你2分钟想。这个比较粗。好，不能再想了，不能再想。好，预备。来哦，计时，开始。我直接来了，18秒。哎呦喂，有料，有哎，这个原来不是比柠檬还多哎，我这个真的只有挤可以挤得出来，研磨法好像也弄得出一点东西，还有27秒，有哎，有料，你全部都先挤，哎，他衣服，对啊，哇，你豁出去了，没有，这挤不出什么东西。可是那个有梗的就不行，等一下那个梗就记得把那个头。2、1，时间到，根本挤不出个毛。蛮强的，蛮强的。我先，你先，给我10秒钟就好。怎么断？你要怎么打？3、2、1，好，开始。他更红是更短，更红是很短，挤不住是吧？哇，天哪，这超硬的。就是说他找到很靠近梗的地方，是完全对啊，就挤不出东西来啊。你在说不起我是不是？等一下，那你我们挤滴很容易哦。等一下，我有两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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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两滴
我是90岁，你是120岁。好了，这个你们是140岁。哎，预备哦，开始。有哎，他开始就直接用对方法。他是有汲取前人的经验。不要！很强！低出来！不要！我觉得你要反超嘞。好啊，很久。哎，他很多，他已经，而且他还有30秒。哎，他偷咬。没有咬。哦，就不要。哦，刚没有热哦。哎呦！49.3，哇，454，我可以做一个，真的，有，你是9+3啊，9+3，那我真输了，啊，他加二嘛，那我们先把这边干掉，他两根拼在一起，这招好屌，他是有一根去点压，对啊，用另外一根压另外一根啊，是要这样顶，用头，这个很硬，好聪明哦，那最后怎么样啊？你看笑死。我差点哭出来，我都有点哭哎。最强榨汁机，我们的赛尔斯，我怎么最后一名？哦，说到哪一段啊？甘蔗。可是你看我那个柠檬，我都已经放弃了。但你不管有放弃，你还是有一分的。我应该一开始先把它挤到有汁以后压，或者是你先制造一个裂缝出来。还有三剑客觉得今天最考验的是什么样的机理？火力还是？腕力都还好，都还好。智力，看你有没有掌握那技巧。还手指头也是蛮酸的，还不能漏，别忘挤的时候一直乱。不漏就没用。你看最后那个倒了，就哭了。原地下扑。好了，影片的最后呢，大家也别忘了 Microning 的黄金周上半年的最强优惠。那如果有试过超爆酸柠檬口味 EA 的，欢迎在下方留下你的心得。那也别忘了输入盖我的折扣码 MYPGUI。下次见，拜拜。